谭进次，啊呢，我和大沙门上座于是说，不三时都来，来啊呢，直直讲。啊，听什么人讲，都、就是马胜必丘。哦，伊只讲话，哎、欸，你这是师父啊，你这个道理这么好，你都会听的。啊，都阮师父听遐讲的，恁是什么人？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啊，你会当甲介绍无？我嘛来听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！再给介绍舍利弗、甲目连、目犍连尊者，因两个来亲近释迦佛，啊！再亲近落去，舍利弗在伫个亲近中地位上悬的，就是舍利弗，快出家人啊！啊，若无出家，也有真济啊，地位真高的嘛是有啦，啊，啊，稀有，哦，要像世尊这样牛，地位这高，咱若来修，咱拢会当了脱生死。会当得到解脱，所以像这款呢，足稀有。啊，修佛，咱来学佛，对三贤修起。三贤，三贤就是十字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。这三个，这一个每一个都十个，十个，十个，啊、哦！这三位叫做三贤，啊，这个经过十地，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，经过个修个顶个菩萨。这样，他都爱三贤，啊，甲即马这个十圣，啊，再个经过，个修，直直个修个学，啊，才会成佛、成妙觉菩萨。啊，那时间啊，偌久？哈？啊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是偌久啦？你咪来讲一下，啊，讲一下啊，啊，无人来听，哪会知影？一拜阿僧祇劫，一拜，唔爱。就是一拜，自家算算对有数目，直直算。一拜、十拜、百拜、千拜、万拜，万拜过来什么拜？一拜，啊，一拜过来，啊？万？挑？也袂啦，袂怎么个挑去？啊？一过来就惊，啊惊过再来就跳，啊跳过来咧，无数无通讲啊，所以安尼号做一拜学正机劫，啊就修安尼三拜呢，才成分呢，啊无遐快，所以稀有世尊。啊！要成罗汉，
要成菩萨，也都较容易啊。要成佛无遐简单啦、啊。有诶讲啊，那么恁佛教徒伫咧赞叹呢？还是恁诶佛教徒拢佛则上伟大上高，以外拢无高。安尼哦，咱毋好甲人作累哦。你若甲人作累，你就帮佛诶罪啊。咱卖甲人做，伊咧讲做，伊去讲。咱若甲人做了，咱会帮佛的罪，帮佛发精三宝的罪，一定对落地狱。啊！所以佛爱修三拜五正二业，所以稀有。世尊，今麦坐了下卡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摄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何应诸因何行福之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须菩提。而你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摄诸菩萨，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以是诸，以是行福之心。啊。师父提听者，为人世尊，啊，我只有就是要听佛经的呢，啊，所以愿傲欲闻，我足爱要听欢喜，听世尊说法这个道理，啊，今嘛来解说。如来，如来就是什么人？啊，但是啊，你唔通讲，啊，就如来佛啦。你捌听讲人咧讲讲如来佛宝宝？啊，咱唔好对人安尼讲哦。如来一个名称，佛一个名称，啊。名音教显示世间界，迄种一个名称，一个名称，拢总是佛。三如来世尊真正爱欲来护念在菩萨，爱护着诸菩萨，啊，真正欲爱传法。传这个法和菩萨，啊，唔知要安怎传哦。世尊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啊，迄、那个心要安怎去住哈？啊，迄、那个烦恼心要安怎去甲降服哈？世尊家在咧讲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啊，真好，真好！你也要问安尼真好，啊，须菩提啊！如你所说，亲像你即马所讲，如来真爱要护念，爱护持在菩萨，啊，我嘛有如来真爱将这个。学佛的程度经过这个法来听来护来护护伊护法护在菩萨去修，我真爱，所以如来这么慈悲，啊，咱若频段听，啊，搁再
频段听个频段行，哎，啥真可惜哈，有无？有可惜无？有无？有可惜无？有啊。安尼你，怎么讲个只？安尼听有无？啊？有啊。啊？你即马点点听，静静听，或者提听，静静听。我当为你说，若要爱学菩萨道的人，下男子、善男子、善女人拢装好，来发，来应该爱先来，知影这个发菩提心要安怎发？来，咱来看卖，发菩提心要安怎发？阿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阿耨，阿耨，这个就无相，啊，耨多罗相啦，阿是无啦，发阿耨多罗这无相。三就是最上平等的法，三秒这是最上平等的法，像这个啊呢，啊天亲啊个提，啊提来亲，啊这么看亲起来，咱关起来有病无？啊那家属安呢？啊这么安呢有病无？有啊？安尼有平等无？无。啊那安尼嘞？嘛无。啊那安尼嘞？安平等，无倒一边变较轻，无倒一边较重。这个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咱即马来学佛。要安怎去学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这个心要安怎发？所以，人若甲你讲啊，你若遐戆，敢若你念佛，啊，你念个当时啊，通成佛，啊，你要安怎用？免哪用，用笑的就好啊。免哪用，爱先修心养性。哈？爱先修心养性。啊，我怎啊听不甚清楚？再讲一摆。啊？两个。啊！你啥？系啊！咧，我耳根说地经当然咧。反正啊，你反一个，你来讲个较清楚。你讲。念甲甲佛感应。哦，念甲佛感应哦，啊，上万呐！念甲佛感应，安尼上万啊啦。那你要一个佛要成，都爱三大恶正机结，不咱那个来，咱那个来，互咱念到佛感应，我来念三大恶正机结的。当下念。嘿，对。啊。这个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安怎发？啊，